不妙，我说三只能出招。一半以下按属性攻击 2.5 倍，我们看它状态是挂在哪个位置哦，因为我怕不同状态的时候按下去的，如果挂在那个宝箱上面就 OK 了。干，真的砸死了。他刚打我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光头王的功能。光头王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六阿必死哦。不要问我吃了几颗石头，基本上对我已经快受不了了。对，为了做这个测试哦，基本上我是用投石车跟他投的。哟呼，嗯哼，没错，投石车，我只剩五颗了哈。没有脚头，跟你砍砍。今天我要是不把这个测试测出来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哦。传说中的投石机启动了哦。看林老师，要再吃一颗了。光头王啊！为了你这个光头王啊，拿我的石头去烧啊！要烧石头给你，他那那个秀，还是要烧到幽冥鬼府，还是烧到哪里去？啊，什么？原本就在地狱了，他那那的。光头王说到说 I don't care， 因为他原本就是在地狱了，没有。必死，复活。不要问我吃几颗 ，OK？ 不要问我吃几颗。我叫他重建装置哦。他妈的，不妙！我说三只能出招。试试看哦，而且这两秒转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龙科脉动，看你鸟是一点天降都没有。拜托哎哦，一波哦，拜托哎哦，哎管鬼哦，哎管鬼哦，哦鸟哎，吓死我的毛！好，吓死我的毛了。我们终于可以测试了，看看我们光头王这时候到底是否能够触发呢？光头王，给点力啊哈！想不到光头王居然可以开哎，哦，所以代表这个。武器系统的光头网的是可以开技的，棒，舒服啊！这次测试有它的价值了哈。来吧，我们的光头网联合这个八风网哈，看看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开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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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